时候，请我妈台南女中的一个音乐小弟四重奏办一个那个记者会，所以那时候其实在很早之前就认识了静怡。想不到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有这么大的成长，而且越来越接触。其实不但是台南之光啊，我相信也是我们台湾之光。那所以这次回到了故乡做这样子的难得一个独奏会，那希望我们媒体朋友们可以多多宣传，那帮我们在地的台南的子弟，希望呢大家来给他支持，然后我想未来的发展一定是非常前程可期，那也希望大家真的要为我们台南的子弟多多加油，那也预祝我们的音乐会顺利成功，谢谢。